我们是哈，皆是咱家伟大，那我们是披着狼皮的羊啊，其实拢咧互食鸡嘛。啊，这个师德跟毛振都有讲过哦。其实迄时伫迄个因外国咧讲的时，就是讲人之情节。他我们人为了求生存嘛，惊去受伤害啊，所以产生这款的这个人之情节，遐叫做师德跟毛振。但是他有四个特征。第一点，生活在恐怖中，有无？甲你抬，唔听话，甲你抬。你恐怖中，你要顺从。迄个啥？用这个军，军公教的军，甲你抬，这种相对应的哦。但是，伊敢甲你抬多好？伊那些私点小费给你，你有刷温费的时，你感觉，伊那对我袂歹啊？进贡教育公务人员，和你18%，和你一年三节，哦，甚至啊，那算计我押钱类，迄种算是嘛，都、就是笼络你的心嘛。迄就是啊，是迄个当政者伊的做法嘛。过来就是啊，第三点资讯封闭，就是教育嘛。我要和你一个单一资讯，我要和你讲，我需要和你的这资讯。我要你在我的规则里面在旋转，我的爱丽亚呢，卖跑出我这里规则之外，他我都去控制你嘛。过来的时阵，你拢当作讲我的是，我是红蚂蚁啊，红蚂蚁很厉害啊，所以过来现在被解认为说，那有可能改变现状？中华民国太大了嘛，不可能改变现状嘛。但是我算讲，我是算基督徒的时，伊圣经那些足清楚的嘛，信心的力量，你来靠这个门门都给你开啦。你若爱什么款的心，这个上帝乎你。咱也不是讲要求过分啊，你的囡仔若给你要求什么款的心，若无过分，而且合情合理，你绝对是真欢喜乎你啊。那有可能无改变？但是迄你有信心吗？中华民国是伫地球一个小小一个点，这个政权尔，对这个上帝来讲，要算啥？古早因中国毋是讲以繁荣化、移山倒海，啊，卖讲啥，九二就好啊，九二伫中部啊，为这个关哦，规支山一声尔，就甲你刷过迄个啥嘉峪关了，嘉峪关啊，西云林啊呢，规支山遐嘛，迄草岭遐款嘛，这拢无啥嘛。甚至讲，你看卖伫这个外太空的星，遐尼大，这地球啊，像太阳一杯星球，要互你爆炸就爆炸。上帝作为啊，恁这星伫地球这一个小条小小点，对人讲的星都无啥嘛。只要你有信心，他就为你开门。迄是我的看法。啊，所以咱就是讲，爱搁较认真去拍命，做咱家己本土的人应该这个本分来。即马这了，先咱换看这平面哦。伊即马拄啊吼，这先是万国公法，这落有一个占领高权伫面顶哦。哦，我都过来这平面你看麦，啊，我快整理起来。哟，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他都没有说放弃哦，不但无放弃哦，伊过来要甲伊占领内湖，外国人知影嘛吼，99过99年哦。其实算100年嘛，其实哦，伊这个主旨遐甲你讲足清楚的嘛，金湖路100号嘛，是不是？但是伊袂使超过100年嘛，所以99年过99。啊，如果大家的话也可以再续约，其实你不高兴，我还是可以续约。台湾哪有啥物好惊？美国这军力那么强大，如果讲中国人我都打赢美国，我台湾人我还是认了啊，安尼知影无？所以台湾是足安全，因为美国伫这个内湖，伫徛咧198年，军事重镇啊。但是这个根据伫内底哦，他是在固守内湖对哇，就是固守台湾嘛。这内湖迄条路啥物路？金湖路哈，有人知金湖路，
金哦，啊，五是属于汤水，他来这里固若金汤嘛，你是在烦恼啥？你中国外用啊，他是固若金汤，你来给他拍。过来的时候就是讲，这里次要占领全国，伊是一般命令的第一号来加受降台北，而且伫这1949年12月中旬流亡台北，才变作起来是台北。中国真的是有先机伫内底，其实哦，人古早人讲一句话：吉凶未到，先忧刁啦。哦，那有的人较敏感啦，什么代志就哎呦怪怪无卖，哎、欸，真正也想过掉咧。其实咱人吼、哦，老迄无形迄个知觉，你哪会去感觉到？啊，上帝吼、哦，咱讲上天啦，伊伫60几年前就甲你讲啊，清楚伊是流亡政府，毋是到79年的时阵才变流亡政府嘛？安怎讲呢？因中国人是咧讲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是毋是安尼？啊，你若王拍败掉咧，咧算流寇嘛？走出你的国外先，就是流亡嘛。你既然是流亡的时阵，是还阁无要紧哦。伊来流亡台湾的时候，伊落地倒位，你讲阳明山对无？阳明山是啥物山？哦，草山大家知嘛？落草为寇嘛。既然是草寇，你怎么是政府？还是流亡政府？那几年前跟你讲啊清楚，恁大人跟你袂清楚嘛？哦。其实早也知影这意思，还是警察讲，咱爱用法律来甲伊讲，这是用一个讲的讲啊，当作笑话安尼讲。但是有些事情，感觉也真趣味，你知哦？放较轻松咧，唔对啊。啊好，以这行政当局这边管理啊，法律咱哪摆民政府起来，他就是国外位，一定爱走的，未使无走啦，那会使无走呢？因为你无在职啦。前三类合理，你就算就好啊嘛。啊，我这是有内证，我这有这个考试来啊，绝对是啊，拜是咱来管理的嘛。后来过来就是日本，吼、哦，是日本天皇取得台湾咯、哦，唔是日本咯、哦，日本政府取得台湾是，这都有讲过有无？所以就是讲提到台湾，伫19454月1日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以前还是伊才有甲你讲足清楚的。伫旧金山吼2B 第二条 B 的时阵，他只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本主权权利。哎、欸，唔是日，真那无共款，不是日本天皇呢，是日本政府哦。所以旧金山合约内底，伊根本都无处理啥，无去处罚这个天皇。咱台湾人伫这个战役中68年嘛，进前就是啊，党外伊就是无了解，戆戆西嘛，无头苍蝇的西啊，明明头前都透明，这个玻璃那弄袂出哩，伊唔知讲遐过一个无形的只无形的华丽，就是迄个玻璃甲你砸掉哩嘛，弄60几年啊，好咧加在伫2006年的时阵，咱的秘书长他发现到。哦，也地位在先头前，啊，咱这戆戆紧的对照，啊，哪讲？哦，原来面顶啊，空空有一个迄个管仔嘴无看过呢，当然还夹无看过呢，讲意思，哦，啊，就算嘴。咱啊对后边紧的背出去呢，我是较早紧的对背出去，你知哦？啊，恁只有较慢的输啊，那是袂歹，那对后边紧的背出去，无到时哦，静静的底下哦，管仔底吼，我都归堆啦，哦，哎，即摆去过你看嘛呢？哦，啊，这个高价的时，伊这个伫网络的时真济，啊，咱这个上课其实较早定在咧讲，这是，这吼规定咱就免讲啊吼。但是我今麦要讲就是讲，伊这个放弃抗辩权，这个非常重要。伫这个法律的时，放弃抗辩权的啥意思？完全就是讲我承认你嘛，我输啊嘛。哦，这上个要紧。啊，所以伫这里有一个结论啊，就是讲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第三点是生活在政治联立，就是咱今日讲的主题。
你生活在政治内，你得去了解伊所甲你讲这判决的意思。过来就是你爱帮忙咱的行政单位，帮忙咱本土的台湾人。这是在确认而已啦。美军还是主要的占领全国，就是讲这个旧金山合约还是有效。卖讲即卖有效，过一百年也是有效啦。你的厝是你的名，卖讲你即卖大啦。你传予恁囝，佮予恁孙啦，是你的客户迄间厝，那是佮恁的啊。佮袂讲传佮恁孙啦、囝仔孙去迄间厝，佮你无关的，拢无效啊。这道理足简单的嘛，哦。但是伊这个党外，伊咧运动，伊煞拢啊忽视这些问题。敢要处于家己要爱的物件，无怪去阿里山旁边嘛，哦。啊，这个美国的神，伊敢有要甲咱帮忙当人有哦，唔是讲无哦，咱看这个，伊有咧甲咱帮哦，有哦，咱看卖这个哈。2019年4月25日，咱的神会大会，7月7日是去挂牌哦，9月7日。先这个，伫这世纪酒店这个酒会，伫12月中旬成立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哦。但是我今麦要跟你讲这個意思，伫这个所在，其实哦，这李文政府他一个有一个气势，你家看嘛，人哪里好喏？哦，啥物好康诶，直直来呢，背袂离呢，啊，哪里衰背的时阵哦，哎，啉水就会惊着你啦，哎呀。啊！我今日在讲这個，四月二号，迄天的时阵，啊，到的吼，就是马英九甲这啥，蔡英文为着这个2012新大选咧辩论有无？迄下昼三点，咱再是成立，迄下昼三点左右嘛，规个房山，会记得无？十字遐的款嘛，我十字也倒伊，别二高遐嘛，第四三四个嘛。卖伊老在讲一句话，哎呦，心里毛毛的，毛骨悚然嘛。因为我有咧做，迄礼拜拢无落雨，日头赤炎炎，无风无摇，竟然会走山，阁毋是走一丝啊？这什么意思？第二年2010年的时候，好像是8-9月风台，你会记无？中国的旅行团的新一台游览车，为苏澳遐六月崩山嘛，有没有？这大家拢知啊，头前是啥？咱中医咧讲是任脉，佮这偏啊，这就啥？督脉、任督二脉。哎，只不过小说讲任督二脉，若去落掉的时阵，拍通60年功力，是不是安尼？反过来讲，伊若佮你缩起来咧，你毋是减60年功力，头一届先佮你缩一个，是佮煞佮缩伫上严重、煞咽喉的所在，每年佮佮你缩一个只。气都和你袂通，你闹袂来清。哦，迄就是一种掉头来。因为你身在政治领域，你都唔知影啥物款呢，所以你就产生很多错觉，就是人民的盲点。这是去年6月26日新主席本人看，我是做起较重要一点，咱提出来讨论啊呢。你家解化开，你这呀精神脱壳啊 ，OK。这里免讲吼，这一旦你讲，第一点，台湾的主权是台湾人的。我一个朋友那是安尼，哦，伊我那很热心啊，侵略的。我台湾的主权当然的，我问你一句，真简单。秘书长是拢讲说国宾吼，咱卖讲国宾，大家袂记啊。啊，人台湾主权，我看张阿妹先，大家人举手啊。哦，啊，我是甲伊比如讲《马关条约》、《清条》袂迄个，甲台湾过日本有效无？伊马上说很大声，保证有效。啊，我问你咧，伊若有效，新主权那是你的。那如果有效会杀你吼，安尼我来卖你的厝，随时塌起来。伊拿这马关条约，然后好主权都唔是你的，那是你的先，伊卖就无效。两恁的厝，我来改卖，敢有效？无效嘛。所以足简单的，这个一届都该破解掉。
台湾不是中国的哦，哦，伊马关条约伫即个1895年4月17日，你来看卖哦，大清帝国、大日本皇帝甲即大日本帝国的皇帝嘛订这合约哦，哦。而且伊订合约先改写啥呢？永远两度给日本哦，伊这是原文的嘛？因为哦，因咧订迄合约先有讲啊，大家写家己的语文拢写改对啊，所以中日两个人有争议的话，以啥物为准？言语为准。的杜勒是伊拿讲写的，言语为准。但是歹势哦，这个言语是根据日文为准。哦，咱用言语就好啊，哈、哦。中国签了四德哦，这两多这四德哈，挂好这日本 ，in perpetuity 哈、哦，这永恒哦，不是将来而已哦，是永恒哦。所谓沙本体盖这里产领土，隆重挂好哩，四德隆重挂好哩，嗯。伊是咧讲，这也是咧讲迄个岛屿啊，哈。包括钓鱼台这边讲啊，你拢知影吼。今我咧讲西德甲瑞诺斯有啥物无共款？比方这是手机啊，我欠你的钱，来我付你。在这里笑，我参我的名拢过付你，迄就西德了。啊，你若是讲要放弃是安怎？我欠你的钱啊，但是我今仔无。你提起用嘛？你的机啊，伤济啊，唔免啦！你家提起用无要紧，用到你欢喜，你若话你嫌我，我是放弃这个权利啊！我并无放弃这个主权啊，我的所有权、啊。所以这两行就是安尼。哎、欸，你若去看迄个汉英词典啊，你去记迄电脑对无？你若改记这啥？割让的话，就这个哦，是的哈、哦。你若改写哈，改记中文哈、哦。放弃权利者 ，renounce， 所以拢无啥共款。啊，然后先啥问题？甲这个 right 有啥物无共？伊这个完整主权哦，咱的主权唔是讲有这个权利哦。那像讲这间厝有管理权、的使用权，甲啥？甲你的所有权、你的名啦。伊这啥问题？那是共款有主权的权利，还有主权的义务。啊 ，right 纯粹是啊，主权的权利，哦，所以伊这吼，你若了解这個，是你过来看这个马关条约，佮看伊迄个啥旧金山合约，你就会一目了然。哦，咱今晚来用这個来比较哈、哦，这个西德有无？这里诺斯，伊就完全挂掉，哦，日本爱战是啊，放一下主权的，将这三个合起来是佮啥？这三个合起来是主权的权利哦，不是主权的义务哦。所以伊无讲，啊，而且伊放弃啊，无讲要有啥物人哦，甲放弃掉，我就不要，我就丢掉，哦，暂时只是暂时丢掉。啊，我这间厝的钱我若不爱用，我出国啊，恁若要去大别安咯，实在恁看人去舞啦。但是哦，这间厝的名是我的，有一天我要回来退也可以啊，还是林老师。当然，这里底是哦，这文章哦真深，你那个国际观才了解。应该都日本皇帝啊，啊那啥变作这個，且那这是日本，这不是皇帝呢，这是日本政府呢。啊，拄啊谁讲没有皇帝，那是日本政府，因为是君主二元制。哦，这等国际班你慢慢练去了解哈、哦。OK。伊这是咧讲迄个1946年吼，咱马上共变更，中华民国马上变更，迄都唔对啊！伊爱照国际法两年，互你去选择你的国籍哦，吼、哦。所以咱这个中华民国这个身份证啊，啥物其实都是违法的，绝对是爱违法的啦。哦，所以咱当然是讲无啥无国籍的人啊呢。
这个八位啊，伫2004年10月20日，凤凰电视台采访是讲台湾没有主权，没有国家主权。啊，伊这边这个是2007哦，伊也是刚刚讲安尼哦，台湾也不是中华民国的哦，侬甲你讲较清楚。因为这个2007迄当阵是阿扁要落任，进行一年，人伫咧甲伊塞弄嘛，你话道理都好嘛，迄当报纸是咪定咧看啊咧，所以开两届记者，这是第一摆。第二拜好像是第10月16日，有。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啊！我一个反正也真趣味。哦，伊咧讲单独立的时讲，哎呦，无独立吧？阿强会拍来啦！我讲哦，来，我甲你问一个问题，即摆阁一个问题哦。我这间厝那是一个人的。你来遮住，你家过户，啥物人甲你过？地主，那毋是隔壁，这是地主的，毋是隔壁的啊！我问你，台湾是啥物人占领？那是共款遮大声，美国占领。你住伫啥物人拍？阿强，我若拄啊听你讲是地主甲你过，那毋是美国来拍，伊讲无啦，阿强就是阿强啦，你看麦。台湾人哦，这个逻辑是啊，已经乱去啊嘛，是美国来给你打啦。我的物件你给我过做你的，我当然给你打。我咧使用权啊，我租这间厝我咧使用，你无台无钱要入来要安怎先？当然我给你过啊，道理都一样嘛。所以吼，咱这個法律为什么到这嘛？我若常讲讲，恁有啥物问题来给我调整。如果讲咱若讲袂出来，咱认输嘛。那可惜，到今嘛吼，无一个敢敢这样的啦。甚至伫我爸面头前甲讲啥呢？啊，国际法无啦，无国际法啦，讲你笑的无国际法哦。迄无要紧，咱若行咱对的路，这个真理一步一卡印，终将胜出。第二点的是，中华民国甲顶个台湾。大家在说中华民国他我前两天刚才读法律的我说你读得比较接片去他跟你说什么呢你敢不是说这个国家如果经营了不错的时候就算他的我说如果没归去我自己租你的厝我自己的厝我比较漂亮最近没我替你拿吧拿几百那厝也算我的啦我跟你说得很好的啊中华民国法律建言是用你教这些学生啊很可怜的哦，咱咧讲这吼，咱这个新闻上个表面，那是三个公报，其实重点就是一个中国政策。这一个中国政策，这大家吼全世界公认。但是今麦是要讲这啥？817公报，伊定讲台湾是中国的干嘛呢？其实美国自古早到今麦都没有表示意见哦，完全没有，他只是承认上面款呢。全世界只有中国而已，就是这个 Recognize 我这说了就好了。但是他说什么呢？ Acknowledge 那就是什么？听说，不是承认，那是他们自己写的。这个东西我承认是什么人的，但是我听说人家说这个是他的，听说比较准，还是承认比较准。当然哦，我并没说说这个是他的哈，一些承认的哈，一些听说都不敢换。好难，军事占领是不能移转主权，世界公法就是讲第一点，军事占领哈不能移转主权。来啊，第二点就是讲流亡政府不能啊就地合法，这个资料太济啦，差不多还个两段嘞，咱该上尾迄个哈。就做一个结束安尼好啦。后摆吼，慢慢恁若是讲有需要讲，爱这个网络来恁家去登录啦，无要紧。这愈一人去知影吼，愈好安尼。这毋是上尾迄个吼，我念一个圣经章，甲大家鼓励一下安尼吼。过来，耶稣啊，这个吼，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感谢，
자결립마그제허에林先生의迄个演讲足精彩，我按头听到尾足感动，伊有用心读足济物，吼，啊然后吼看足济有相关的文献，所以伊做遮济综合的整理。唔知大家会当摕到你这个 PowerPoint 无？吼，每一个兵当心，那摕到这个 PowerPoint， 用这個去讲外口的人听，一定做好。啊，伊头先有引用到我一个过去的研究。我的研究是写一篇文章，讲台湾应该有什么款的政党，迄内底有讲到。当我是想来讲，这個中华民国的体制是一个党政军特商综合体。迄个唔知有人会当个提出来无？我伫 PowerPoint 内底我有哈。当蔡上下，你会记无？伫我的迄、那个我的 collection 内底有一个一篇文章，台湾应该有什么款的政党，迄内底讲到这里讲，蒋家政权的党政军特商综合体迄个秘。迄内底有一个我用话讲啊，一空一空是蒋介石集团的蒋家权贵，过来就是外圈，就是迄个青帮红门，过来就是这个国民党，吼、哦，伊是一空一空，较近的就是伊的核心呢，较远的就是伊的外围，啊，上外口就是劳工农民，一般人民嘛。然后一些蒋家权贵内底过来就是青帮红门，啊、哦，都青帮红门我拢无机会能讲起哦，过来就是这个。这党团，党就是国民党，团就是救国团。过来这，迄个军队警察，吼、哦，特务车，当然这维系甲青帮红有关系。维系一方上面对外口看诶，伊是军队，还是警察，还是特务，迄是伊政府的职务。但伊是相当青帮啊，红门，吼、哦，这人，错综复杂，变成党政军特商综合体。过来就是这财团地主，过来这是这个公务人员，吼、哦。过来，这是一般人民，类似安尼行政人员过来，这是迄个一般人民。啊，伊是效忠加恩宠，这个恩宠是叫 patronage 系统，叫 patronage。啊，恁啊边个时候我都出来，因为啊边个起来了是，伊是一个这 cronyism 的这裙带关系的政治的这个体制，所以两下拢共款，国民党起来嘛贪污，啊民党起来嘛贪污，因为拢是中华民国好只政府官真济好康，吼。啊，头先又讲了讲这个，红蚂蚁哦，一挂流亡难民，啊，流亡政府甲流亡难民，啊，流亡难民哦，大家看清看切，拢占好位，啊，然后一个人拢享受两份薪水，哦，这后摆老舅我再详细讲，我是做一个雷马克，啊，迄、那个图伫遮，哦，大家看嘛，这图的蒋介石前辈吼，青帮红门，哦，党团过来军队警察，军人帮、社会帮、律师安尼，哦，我有当下来看你来滴青帮红门了，吼、哦，啊，这个有关系。啊，一个行政系统，加财产地主加人民啊，咧，哦，用这个图说明吼、哦，这张图一旦说明整个，国民党来控制台湾，啊，头先这个林省吼，伊所讲的，伊用动态的方式，要较实在，所以我就希望讲，我会当有伊这个 PowerPoint， 啊，我会当进一步来这个了解，啊，各位大家若有趣味，我会当甲推这个 PowerPoint， 啊，恁伫外口咧演讲的时，还是咧讲？你跟人这个讨论的时候，就会当用所讲的这聊聊是一点就破，吼、哦，和讲的人伊家己自我矛盾，伊才会觉醒，吼、哦，感谢。哎，嘛讲了一点，讲即摆需要觉醒，这是正确的。那需要觉醒，我伫2月28号被出版节目写叫觉醒，台湾的自治与建国没有独立，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存在，马上就叫民主改革变成一个独立的国，不会的代志，吼、哦，多谢。查克勒。今日休困10分钟。